从山中来，带着兰花草，种在校园中，希望花开早。一日看三回，看得花时过，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新生代的云野三重唱，你觉得歌声如何呢？真的很好听啊，真难听。这首歌啊，是兰花草当年啊由银霞小姐所唱红的，哇，十来年了，不敢当。今天听起来感慨万千嘛，回味无穷啊。这首歌和王梦玲唱出来另外一种味道啊。这首歌以前的确是像我这样唱的。我从香港来，带了双香港脚，我插在鞋子里，痒的受不了。一日抓三回，抓的皮破了。八哥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改编吗？为什么？你要了解他们的心态，因为他们很嫉妒，你知道，嫉妒人家唱红了这首歌，所以一定要把它督臭。今天很高兴呢，请到这两位呢，可以说都是当年啊民歌界相当受欢迎的歌星。当年，而且可以说是老中青三代。对，我是中，你是中跟青，因为年纪已经是中年，但还抓着青春尾巴不放，打扮得很年轻的样子。不是，你现在讲说你是中，那我就是老了。你老或者是他老，你们两个去吵吗？不是，现在他讲民歌的，对，民歌，他是演员，他演员。那我请问你，你出道的时候是民国几年？你是讲唱民歌还是讲？对对对对，我第一首歌是《秋思翩翩》，是民国66年。那个时候我还没退伍啊。那可是怎么讲的？这个《兰花草》是民国68年的6月份呢、啊。那我《雨中集锦》也是68年。那为什么你看起来年纪比我大这么多，而且小孩都已经念初中了呢？那个是因为我结婚结得早，我也不会保养，我也不会知道买什么膏啊。你再怎么保养也还是这么老啊，看起来。不过听说你好像出去要卸了妆，大家还不认识你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卸了妆以后，人家以为我是高中生，你知道吗？就问，银霞，我是跟你高中同学啊。你就说我是你高中老师的爸还是妈妈？你们两个真毒啊！不过这个今天两位来的很好，我们来谈谈民歌。说民歌呢，现在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流行了。民歌大概分为几类，一种呢，我们刚刚唱的就是属于诗词类的。对，就是原来就有人写好了这个文章，然后给它谱上去。对，像《再别康桥》。轻轻地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地来。这就是《再别康桥》，徐志摩先生做的词哈。对，除了诗词类呢，可以说比较高雅一点，还有一种就是利用这个生活环境的不同啊来写歌的。譬如最典型就是外婆的《澎湖湾》。八哥拿首歌曲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仙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幻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八哥，我发现你可以灌唱片，你那时候为什么不灌唱片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我这个声音还没有开，现在才开了，花了10年的时间。啊、真的、啊，八哥，你的歌喉开了真的蛮久的、啊。还不如不开。好，还有一类的民歌呢，可以说就比较正经了啊，蛮有民族风味的，而且呢，可以说是薪火相传的啊，像《龙的传人》。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。他的名字就叫黄河、啊、拜托什么来来唱一条江变成黄河，我就是被猴子见来来去去我搞乱掉哦，这样子差劲。不管你怎么讲，这首歌当初呢也可以是蛮激励人心的啊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呢挺流行这首歌曲的啊，还有中华民国颂啊。还有呢就是这个年轻人啊，他们会谈一些爱情。哦，爱情是最重要的。对啊，那时候的民歌像爱情啊这种就是年轻人唱爱情歌。但是有一首歌呢，我觉得他说是民歌啦，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变形的这种流行歌曲，自称为自己是民歌要嘎一脚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那歌名实在是很俗不可耐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这首歌在闽南语有首歌可以跟它匹配，就是对，你知道那歌名叫什么？什么阿美阿美，真土啊、哦！哎呦，麻烦你吐的时候还真不要把口水吐到我，还喷的一身都是。变形的民歌，对啊、那唱这首歌就变态嘛。对啊，你听叫什么？阿妹阿妹几
是扮假装，我急得快发狂。今天你要老实讲，我是否有希望？哎，总算看到我们两个变态的人唱这首歌。我唱的不是变态，唱了就变态了。唱得很得意啊。他说这爱情这个歌呢，其实一般来讲是在民歌创作也占了蛮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但是呢，还有一种爱情歌写的就是有点太过分了，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我们归之为杞人忧天型的啊。譬如说哪说阳光又不见呢、啊？那不可能的事情嘛啊。小雨不再下了等等。唱起来也感慨啊，到目前为止对你来说也没阳光也没小雨，因为你没有爱情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爱情？我也学爱情太多了。哦，那也很难过。我自己爱自己啊。还有那还自恋型的。还有一种歌呢，可以算是儿歌，而且呢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、啊、没有什么意义。怎么会呢？我觉得儿歌也蛮好听的。那种叫虐待动物、啊哎、那是什么歌、啊、就是瓜牛黄鹂鸟。你们两个不要这么插劲，这种歌叫什么没意义，它才有意义呢，它代表人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走。哦，就是叫瓜牛早日买房子了、哎、慢慢的存钱。对对对对，太好了。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，阿嫩阿嫩里里刚发芽，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阿树阿上两只黄鹂鸟，阿西阿西哈哈在笑他。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呐、啊，现在上来干什么？阿花阿花，你对这歌怎么这么有好感的 啊？我们就谈谈就算了。这歌是谁唱的？这个歌啊，在吓我，欲罢不能啊。我好喜欢这首歌。其实这么多民歌当中的啊、这个银霞唱的好像我都没有一首喜欢的。我最喜欢的王我最喜欢的王牧林唱的民歌我最爱，不叫做啊，因为我唱歌有丹田啊、哎、我不太喜欢唱儿歌啊、哦、这样儿歌没有丹田。那像那个银霞的歌声都是从哪里发出的声音呢？从鼻子是吧？其实开玩笑了，银霞唱的歌呢，当然的，尤其你讲嘛，儿歌居多，所以小朋友特别喜欢的、啊。对，那些小朋友现在也长大了嘛，哎，小朋友现在也长大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我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在办公了。办公，好，最近啊，我觉得王牧林的歌曲都比较好像有韵味啊，尤其年纪比较大以后呢，唱出来的什么，走近你，靠近你了。哎。所以他的唱片销路没有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你说出来干嘛？你多久没出唱片了，银霞？好。